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09年3月7号，3月21号，瑞芳蒸龙蛋9点58分，出发车是又来了双单运行278次就好，香港花莲的泰鲁阁次就很好，以及4716次。欢迎您参加 TOM14 猴子泰鲁阁自强号，拜拜。好，讲一个刚才我的278次以及4716次，九平线上青龙的三九二超客车，278次的猴子泰鲁阁自强号在瑞芳站通过了，双单运行，278次就好线，好。花莲的天林山上上第一，燕有104，后头还有个这样，也是017次。因为沿线看到树林呢，要89，超二台有效，区间快车。好，进站了，采油客车进站，谢谢各位，那拜拜。